看到当下的拄着无常，春天啊，气候变化大，小心着凉，肠子受凉会肚子痛啊。唔好去关着窗啊，电表要好一点。气候变化，温差变化大，要小心着凉。带那个小瓶的喉咙药。喉咙痒的时候，比方说痒的想吐的时候要很快喷一喷药，这中药吧，喉咙药，中药的防感冒着凉，肚子受寒。健康，健康，健康很重要。